大家好，我是长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医学系康复医学教研室康伟民。这一节课我要讲作业治疗技术的第一章概论部分。第一章的第一节概论部分呢，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讲解：一、作业治疗的基本概念；还有二、作业治疗的目的；三、作业治疗的选择和它选择的原则。首先，我们看一下作业治疗的基本概念。作业治疗又称 occupy，它主要是指占有或者是填满其时间和空间，使之参与忙碌和各种活动。那么，作业主要是指人类的活动、劳作、事件和从事的工作。所以，我们说活动和劳作和从事的工作就构成了整个作业治疗的基础。那我们现在来具体看一下。到底什么是作业治疗？作业治疗是指有选择性的、有目的性的应用和日常生活、工作、学习和休闲等都有关的各种活动，来治疗患者的躯体和心理方面的功能障碍。那么，预防生活及工作能力的丧失和残疾，发挥患者身心的最大潜能，以最大限度地改善和恢复患者躯体、心理和社会方面的功能，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使患者早日回归家庭，重返社会，这样一种康复治疗的技术和方法。作业治疗的定义，作业治疗是通过各种精心设计的活动，促进疾病，还有发育障碍，或者是身体和心理社会功能障碍的患者得到康复，帮助病残者最大限度地挖掘他身体的功能，促进他适应社会、工作和个人家庭生活的需要，过上有意义的生活。作业治疗的目的主要呢，从几个方面来说。首先，第一个，我们要增强肢体，尤其手的灵活性。第二呢，我们要增加他的手眼协调性。三呢，是增加功能活动的控制能力和耐力。四呢，我们要改善他患者的日常生活和工作能力，提高他生存质量，使患者早日回归家庭，重返社会。作业治疗和运动治疗，它俩是不同的，有一定的区别。首先呢，我们在治疗目标上来看，作业治疗呢，它的治疗目标是改善和提高患者的日常生活工作能力，而运动治疗，它的治疗目标是或是让患者最大程度的，发挥自己的能力。那么在治疗范围上也是不同的。作业治疗呢，它的治疗范围主要是从躯体和心理的功能障碍，而运动治疗的治疗范围呢，主要就是指的是躯体的功能障碍。那么在治疗手段上也是不一样的。对于作业治疗，我们在日常生活和活动中要采用一些辅助的器具，像轮椅呀、假肢呀、矫形器呀等等进行辅助治疗，而运动治疗的治疗手段呢，主要是通过肌力的训练、神经肌肉的促进技术来完成它一些牵引和器械训练、医疗体操等等。在治疗重点上也不一样，作业治疗它在医疗重点上主要体现是患者的综合能力。要增加一些功能活动控制能力，和耐力，增强手的灵活性，手眼的协调性，以及上肢和手的精细的一些协调运动的这么一个活动。而运动训练呢，主要是以增加肌力和关节活动度为主，改善运动的协调性，提高运动耐力和运动平衡性。那么它在这个趣味上也是不一样的。作业治疗呢，它主要就是，患者呢会积极的参与，采用的是有一些有趣味的器具，而运动性治疗呢，主要是以运动为主，被动为辅，在积极性上也有不同。作业治疗呢，参与积极性呢是，主动参与，积极性比较强，而运动训练的这患者呢，参与的积极性呢比较弱。作业治疗的选择和原则，主要从五个方面，我们采取这个作业治疗的选择。
首先，第一个，我们看一下治疗目的，根据治疗目的去选择一种作业疗法。第二个呢，根据患者的功能状态来选择一种比较适宜的作业活动。第三呢，根据患者的个人爱好和兴趣，因人而异选择一些作业活动。第四个呢，要根据患者所处的环境，要根据不同的因地制宜的方法去选择一种作业活动。五，根据患者的身体状况来选择一个作业活动的治疗量。我们看一下第二节，作业治疗的发展简史。那么在早期呢，我们把这作业治疗呢就看成一种精神疗法，只是一种简单的心理和精神疗法。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我们把作业治疗呢发展到了一个肢体障碍康复的这么一个过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那么作业治疗呢就成为了康复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几年来，作业治疗的手段越来越丰富了，而且得到了普遍的应用。第三节，我们看一下作业治疗的基本理论。作业治疗的理论和思路呢，我们主要通过三个方面来实现。首先呢，我们通过自己的作业活动来可以协调改善躯体和心理的一些功能。第二个呢，通过人还有环境啊，作业活动之间的相互作用，来促进人的身心健康。第三种呢，是人的各种活动和运动的技巧或技能，通过不同的反复的学习而获得这个功能。作业治疗的模式理论，我们从作业治疗的模式来看，就说作业治疗呢，就是不断的重复的出现的事件中，来发现和提炼出一些规律，来解决我们这个功能的实践的一种方法。那么它根据它的作业治疗模式分成四种，首先第一种呢是作业表现模式，第二种呢是人类作业模式，第三种呢是人和环境作业模式，第四种呢就是康复模式。我们首先看第一种作业表现模式，这种模式呢主要是强调是作业能力呢是作业治疗的根本目标，作业技能是作业活动的基本组成部分。主要强调作业活动要重复进行，而且各种技能之间呢要相互影响。作业能力呢也可根据个人的不同背景和所处的环境不同去改变，因人而异。那么作业表现模式呢，基本内容和框架。作业表现模式呢，它的活动范围呢主要包括日常生活活动，像工作和生产活动，还有一些休闲活动。而作业活动的行为技能呢，包括他的运动技能、认知技能，还有社会心理技能。第三个呢是作业活动行为情景，包括一些时间、范畴，还有环境范畴等等。那么对于人类作业模式，我们主要呢从人的行为和他的作业形态来看的。首先，第一个人的行为是动态的。而且每一处的环境呢不同，而且有不同的差异。作业呢对个人的自我组织是很重要的，而且影响很大。人类的作业模式强调的是人的作业行为和外界环境可形成互动，而这一过程呢要不断的形成循环。那么主要作业治疗就是促进人的成长和环境的改善，建立一个良性的循环环境。第三种人、环境还有作业模式，那么这种模式呢，主要认为人和环境和作业它们是相互作用的，而且相互影响。人是有探索和控制自己环境的天性，我们日常生活中呢，被认为人和环境是互动的，而且这个互动过程是通过作业活动来进行的。那么人在不同的时期，作业环境和作业还有人他们的关系是不一样的，例如在婴幼儿和儿童时期，环境对婴幼儿的影响比较大，占主要的比例，而到成年人的时候，人已经有自主能力，所以说他占的比例比较大，到老年人的时候，他又以环境为主了。第四种呢，就是康复模式，
康复模式的基本观点呢，就是应用各种康复治疗技术，恢复躯体和心理的一些功能，获得生活自理能力和提高生存质量。康复模式呢，是整个过程呢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要求患者要配合康复医生的这个治疗过程，而且要求患者主动参与康复的全过程，最终呢促使患者功能恢复以及回归家庭重返社会。第四节我们看一下作业治疗的分类。作业治疗呢，我们按几个方面进行分类。首先呢，我们按照它的活动项目进行分类，分成什么呢？木工作业，手工艺作业，像日常生活活动，还有编织，粘土作业，制陶作业，五金作业，纺织作业，计算机操作，电器装配，简单的电器装配和维修，还有治疗性的娱乐和游戏，还有书法练习、绘画练习，还有一些简单的认知作业。那么按作业的活动的性质分成什么呢？分成功能性作业，还有心理和精神性作业活动，还有儿童作业活动，还有老年人作业活动。那么按作业活动的功能分类，分成日常生活的活动，还有具有生产性和作业性的活动，还有娱乐性、休闲性活动，特殊教育性活动。作业的治疗目的的分类，我们把它分成减轻疼痛的作业活动，还有一些治疗呢是为了增强肌力的作业活动。有一些呢是增加耐力的作业活动，还有一些作业治疗呢是为了改善关节活动范围，还有的作业活动是为了改善手眼的协调能力和平衡控制能力，还有的呢是改善视觉听觉触觉的作业活动，还有呢是为了改善记忆力、定向力，还有注意力、理解力这样的认知功能。最后一个呢，是我们要为了增强语言表达和沟通的能力的一些作业活动。第五节我们看一下作业活动的分析和评定。作业活动分析和评定呢，是对某一项作业活动的基本组成部分，以及患者完成这项活动所具备的功能的水平的这么一个认识的过程。活动及作业活动的特性。活动是人类生长和发育的一种过程和现象，是生命的体现。而活动呢，又是人对外界的一种特殊的表现方式。作业活动的特性，首先呢，它第一个目的性，就是我们要采用这种作业活动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第二个呢，选择性，选择性，你这种器材呢，一定是选适合患者的自身特点。科学性。它要有一定的理论依据，实用性可以实现，这种功能呢可以实现，有效性呢就说它一定对你的功能障碍有一定的恢复能力，差异性，那么个体的不同需要的作业活动呢方案也是不同的，趣味性就说让人去主动参与这种作业活动不乏味，另外呢主动性灵活性。是它作业活动的整个特性。那么作业活动的分析内容主要包括这几个方面。首先呢，分析作业活动的类型啊，我们看一下这个活动呢，作业活动呢分成几种类型。第二个，我们要看一下这个活动的技能都包括哪部分。第三，我们要看作业活动的需求，根据患者的需求来做这个作业活动的需求。第四呢是分析患者的个体状况，第五呢要分析患者完成作业活动过程的状况，第六呢我们看一下患者所处的环境条件是什么样的。作业活动的分析方法，针对作业活动分析的内容，具体的逐一的对患者的作业活动的行为构成，和场景因素进行分析和评定，而且根据评定的结果。我们来确定哪项活动适合该患者。最后呢，我们要通过分析比较作业治疗的这个前后的差异，
来判断这个作业活动对患者是否有疗效，而且为患者呢要选择一个最佳的治疗方案来这个提供一种依据。作业活动的分析方法，那么对作业活动的分析方法呢，我们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我们要对作业活动的行为构成进行和评定。那么这个呢，在咱们书上的教材中的表1-2，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活动行为构成的评定一个表。第二种方法呢，要对场景因素进行分析和评定。那么这个呢，我们也看教材中的表1-3。这是一个活动场景的评定，作业的评定，作业的评定呢，我们首先呢看这个感觉和运动的功能，第二个呢我们要看它的认知综合功能，第三个呢是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第四个呢是社会心理功能，第五个呢我们要进行环境评定，第六个呢我们要进行职业能力的评定。在评定作业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几个事项。首先呢，我们要根据患者的功能障碍情况选择适当的评定方法。第二个呢，我们要选择标准化的评定方法。第三个呢，我们要重视发挥患者的主动参与性。另外呢，作业治疗师要重视和加强和患者的沟通能力，建立友好和谐的关系。评定时，我们要注意适当的时间、地点和患者的生理状况，最后呢，在评定中呢，我们要注意一些环境对这个作业的影响。第六节，我们看一下作业治疗计划的制定。作业治疗计划的制定呢，要根据评定的结果，明确我们需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然后呢，根据患者的个体情况，选择最佳的作业治疗方案，根据目标来提出适宜的作业治疗方法。计划，在实施的过程中，我们要定期的进行评定啊，而且要进行计划的及时修正。最后一点呢，非常重要，我们要根据医院的出院计划和建议来制定下一步的作业治疗的计划的制定。第七节，我们看一下作业治疗的适应症和谨记症以及它的注意事项。那么凡事呢都有利有弊，作业治疗呢也一样，它要根据患者的各种功能障碍呢来进行制定。那么有一些是适合的啊，有一些呢还是严禁不能进行作业治疗的。那么主要呢作业治疗呢就是为了影响患者在日常的生活和工作休闲活动的情况，进行一些有针对性的、有目的性的个体化的治疗。是患者回归社会和家庭的桥梁，那么主要呢，这也体现着以人为本的康复医学特色，在康复医学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且具有极其广泛的使用价值。那么它的适应症适用在哪个范围呢？主要适用在这几个范围，首先神经系统的疾病，像脑卒中啊、脑外伤、脑瘫、脑炎，还有脑瘤手术后的造成的瘫痪啊，帕金森综合症啊等，脊髓炎、脊髓灰质炎啊，各种原因造成的周围神经的损伤。对运动系统的适应症包括四肢骨折、截肢啊，还有各种关节炎、关节置换啊，还有手术手外伤、原组织损伤等等所造成的功能障碍患者。那么对于七大系统的疾病，主要包括一些心肺系统的疾病，像糖尿病、烧伤，还有小儿精神发育迟缓、先天性畸形啊、学习障碍以及精神心理障碍这样的疾病。谨记症，这些一定要注意。首先，有三种情况下是严禁不能用这个作业疗法的。第一种呢，就是严重的精神和意识障碍啊，而且不能配合医生的患者，第二个，极危重病人，而且他的情绪不稳定的患者，严禁不能用作业疗法。第三种，需要绝对休息的患者，也不能用这种作业疗法。作业疗法的注意事项，第一种，作业治疗师呢，应根据患者的个体情况和特点，
去有目的的选择自由活动。第二个，我们在作业治疗的选择时，应和患者的环境，所处的环境相适应，要具有实用性。第三个，我们在作业治疗中要充分的重视患者的参与程度和他的参与的积极性。第四个呢，是我们要在这个作业治疗中应遵循呢循序渐进的原则啊，并对治疗呢展开调节，让患者呢重返社会后，他的环境和功能呢都得到最大的恢复。第八节，我们看一下作业治疗师的职责。首先，第一点，我们要收集患者的资料，要了解患者的病史。另外呢，还要及时的评价患者的自理能力，指导患者进行一些日常生活活动的训练，指导患者呢进行一些家务活动训练。另外呢，要指导患者进行感觉感知的这么一种训练，还要对患者进行认知功能的训练，指导患者应用一些手工艺疗法，促进手的功能的锻炼和恢复。那么要组织患者呢，参加一些有意义的文艺活动、书画创作或者一些园艺活动。另外呢，还要组织和指导患者进行工作疗法，体现其生存价值，调整精神和心理状态。要提供定制和购买自助器具的咨询，并指导其使用这些器具。另外呢，为患者提供家居环境改造方面的咨询。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啊，有关就业方面的意见，提出一些有关就业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要指导患者进行人际交往、沟通技巧、心理调试。要对患者的家属和陪护者进行一些有关功能障碍方面的预防和康复方面的这个教育和培训，还有指导。第九节，我们看一下常用的作业治疗器械设备。常用的医疗器械设备主要包括，第一个是手精细活动和上肌活动训练的器械，像擦板儿等等。第二个呢是日常生活活动训练的器具，像穿衣钩还有这个跳棋呀等等。第三个呢认知功能测量及训练器具，像各种记忆的图片和卡片等等。第四个呢是公寓治疗用设备和器材。像一些编织材料、制陶材料等等。另外呢，我们要辅助一些器，又需要一些辅助器具和支具，像一些手杖啊、业杖。对于职业能力的测试的训练设备，还有一些综合职业技能的测试的软件，像 Wellpro 等等。下面这个图中呢，是常用的手和上肢训练的设备，要有一些这个压板儿。还有这个电脑，还有这个跳棋、围棋等等。那么这些图片呢，是日常生活中的训练设备，例如牙刷自己刷牙然后呢，自己洗手，还有一些铺床，例如还有一些简单的烹饪那么下面这些图呢，是认知训练的工具设备那么认知呢，主要是我们通过认知颜色，认知图形认知小动物花草树木等等，这是一个认知训练。下面这些器具呢，是一些文体治疗的工具器材，像这个足球、篮球羽毛球、网球跳棋等等，还有一些穿衣钩、织毛衣的毛衣针，这都属于文体治疗工具器材。那么还有这些辅助器材呢，就是比较专业的了主要呢是对四肢的康复。有很大的作用，像这个业杖、手杖、轮椅。那么下面这个图中呢，是比较职业的康复设备根据各特定的作业活动，我们有特定的康复设备。整个一章的重点内容呢，主要呢就是我们要掌握作业治疗的概念，作业治疗的分类，还有它的目的和原则。另外呢，我们要掌握作业治疗的活动分析方法。作业治疗活动的计划的制定，第三个呢，作业治疗的适应症、紧急症和注意事项，我们要熟悉作业治疗的理论和常见的作业治疗模式，临床常见疾病和功能障碍的作业治疗技术，作业治疗师的职责，
了解的内容呢，就包括康复医学在医学中的作用，还有作业治疗的发展简史。好，谢谢。